哎呦，真的假的啊？不留遗憾，这阵容很极端啊！这个维恩，主要这下路也太弱了吧，太弱了！这维恩加牛 ，EQ 抓上来了，这把轮到冰凡三级抓人了，应该是给他抓到了呀！抓冰凡不干三级抓人这种事儿的呀！哎呦，闪现 Q， 拉前龙印。W 回去，身后有打野的九哥哥，这波没闪，很危险。Q 走位躲掉了，那还行，一闪拍地板，直接追着 A Q 能杀吗？这样 A Q 摸一下 A， 哇，帮忙扛塔顺飞，这么果断、啊、急了呀，九哥哥，这个闪 Q， 这闪是什么意思啊？推线对面又不给你机会，然后好不容易你以为是机会上去了，对面有人是。哎，进化节奏很快，但是被瑞尔吉永吸住，交个闪现，切。有人帮打，踢一下，队友来了，死了呀！这标太快了。是的，抓。没压力啊，这上路。猛叠。对啊，你叠层我也叠层啊，我的魂血也是叠呀。右挑顺飞来了，还有 TP， 柚子把人顶走，再定墙，瞬间秒。牛还是有大的，给顶在前面。阿卡丽硬进吗？这波是个二打四哦，第一时间想秒鬼使东，鬼使东 Q 隐身了，二段表里杀流乱斩掉，但是杰德大招也跟上了，这样九哥哥也是稳死。第二枪，开局就找鬼使东下手，狙的有点歪，中了，好，行，吃到头了，伤害太低了。时间放大，但一技能没接上啊！顺飞还过来掩护，交了个闪现救队友。哦哟，二段表里杀来乱直接斩了，没问题。要看先锋了，侧面先打个闪。二连玉铁树被断，在正面先去找九哥哥打到半血，致命华彩反正 Q 一下被拉到了瑞尔，原地开了个大，开了个大，对面都交了闪现，拉开了位置，挑一下自己要先被 boss 吗？牛收到这个人头狙完了，但牛是开了大招的，顺飞进来了，顺飞被击飞了，九哥哥找了个切入角度直接被顺秒，该睡觉了，睡了一个，这边这 C 皇想续大招续不上了，我去直接把他们把这个塔，我四秒大，直接放先锋，我把这个塔拆了，我们拿一塔，开大没有？没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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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大，哎，他们双路上去了，他们双路上去了，走走走走走，阿卡丽提，走走走走走。下路追塔，下路追塔，下路追塔。TP 拆塔吗？成年的神龙。OK， 就这波了，先续 Q 砸一个。哎，劫。偷一套。侧翼。飞上去了，先打九哥哥一套满的，九哥变到半血，大招躲了二段，损五的伤害，开侠阵再躲。下狙 W 飞走，看走位了，进去了，想打龙，怎么说？龙被利亚给抢到了。一个大招睡了三个人，睡得很不错，但杰切进来，阿卡丽先倒了，鬼使东拉了个安全的位置，他是打得动这个塞恩的，但是自己吃了华彩，踩花了，被 Q 起来，交了个闪现拉开了，这边二连进去，二连的一个进、哎、一个一拉了两个人，乌鸦好能吸，但是塞恩的尸体敲死两个，又敲一个，完了乌鸦摸不到人了，全一滴血，哇，被黑电摆地把残局收下，而且冰凡这波睡得很好啊。还在拉扯，流头一滴血，想追也追不到了。嗯，主要把龙还给抢下来了，这波团反反立功了呀，立大功啊！中路经济一样，上半区三人是为了队友啊买了个深渊，想主动求战，爬上去侠阵躲，打出电刑 ，W 滑走，二段表里杀缭乱，但对面有影魔刀，交了个近身躲塔的伤害，那这样会被压起身吗？交了个闪现，行，可以帮忙挡枪。哎呦！哎，烫死了，出去了。而主要他漏了一枪。是啊，贴穿糖葫芦，穿两个 C 皇开大 ，C 皇也很能打。阿格里孙武挂上进去，能秒 C 皇吗？这也飞进去，那 C 皇把人给炸死了呀！但是哇 ，C 皇太能打了，莉莉亚也给了，还在吸，血越吸越多，来到维恩的秀场了，无敌了，唯一打得动塞恩的人，点死塞恩，这边只剩个镜了，哇！C 皇这力挽狂澜，肥了，太能打了。再来看一下这波刺客单挑，
操作是没毛病的，但后面有点太上头了。啊，这波真的太上头了，他进去走就行了。哦，还有人过来，九哥能做到吗？好像不行啊，一也没挂着，但自己跑啊啊啊！我的评价是一通乱按，感觉是有点急眼了。我的评价是一通乱按，他都不如移过去 AQ 啊！来下路找找这个位置烟雾弹，我有两下蹭到，回来想骑来了，是一波机会，大招。回到原地，哎，躲了，吸了库拉的血，哇，剩一丝血，你的血起身要被吸死的，哇，刺客的秀，刺客之魂啊，睡到一个乌鸦，但乌鸦不怕呀，乌鸦能吸的，他还在吸，两个人过去，盲僧再顶进去，两个人继续拉，拉回来了，又拉两个，哇，于小 C 他的大招都还没断掉，闪进去，杀不掉人了，已经只剩黑点白地了，小 C， 于小 C 的乌鸦。敢放就敢 C 啊，找到牛了，打一套牛，牛有大招，不可能把技能窝到牛身上吧，但后面 TP 来了，二连两个人踢下来了，踢下来直接开大招，杰又开始拉扯空间了，哎，拉满了，这杰拉满了，然后于小 C 也来了，又开始二打四了，我秒了，哇，两兄弟这么秀吗？杰还走位，有金身没能量了，限制忍者的只有他的查克拉，但是起身上一波刀，金黄木也没中，还是死了，没办法。但好像残局已定啊。是的，闪现，哎，木已成舟，轮到我能三杀了。哎，没想到是他三杀了，中上在操作，然后最后鬼使都三杀了，索性就直接三项开始爆破。主要现在打起来他也发现缺伤害了呀。是啊，又开牛，又开牛，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这个牛啊？这塞恩直接走到威恩脸上，这边这乌鸦怎么杀呢？这乌鸦还有金身，这乌鸦太恐怖了！这乌鸦旁边还有充电宝，劫来了，劫才来啊！睡了一个 C 皇，完全玩不了。这乌鸦，哎，哎劫哦，标中，插一下 E 该好了。划走就行，慢的就硬要追，硬追走位，哎哎，起身，那 W 压起身，怎么踢回去了？哎呦 ，C 皇五万，我是把 MVP 给 C 皇，我的 MVP 也给 C 皇，能一把能一把，顶下打就行。一把一把一把，一把一把一把，你赶紧下场下场，下场标五剑好呀 ，OK 拿下，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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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 ，Oh yeah， 太刺激了，真的太刺激了。结局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的啊！好，爽，太爽了 ！Nice 兄弟们 ，Nice Nice！ 啊，哇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小王这把很屌，这把你看我这把这个 V 打他 C， 我靠，都可以都可以，伤害是高是的。再加五十二给他搞定，就得选择打他前排。还是你的乌鸦靠谱啊？还行，大家都很给力，大家都很给力。